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俊。结束了啊，那这次的成果我是蛮满意的，毕竟我是经过两个月瘦身才有这个效果。那这次呈现的风格有三种，是运动、休闲跟西装。那运动跟休闲呢，我平常都有穿，那这次有特别挑选颜色搭配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不同风格的我。那最主要是西装，我个人没有一套正式的西装，所以我这次去特别定做一套属于我自己，不管是尺寸大小都是量身定做的西装。那最主要这次会拍摄形象照，是因为平常工作需要用之外，也是为了让我瘦身有个目标，有个方向，这样我以后会更好瘦身。日后呢，我会更努力瘦身，然后拍更多种不同种类的穿搭给大家看。OK，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吧，拜拜。